咁啊，同阿超峰傾完隻碟啦，傾完音樂啦，咁啊傾啲其他嘢啦。因為我知道近年咧，你都好 into 一啲好 new age 嘅嘢。有節目啦，係啦，有節目啦，又即各方面都見到啦。其實咩驅使你對呢樣嘢咁有興趣呢？好耐嘅啦，即係你問我，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咯，即係自己信念系統嘅改變，或者係我都會 claim 自己一個學佛嘅人啦。咁但係對於宗教信仰又唔係扯上直接嘅關係嘅，因為我會覺得學佛唔係一個宗教嘅驅使啦，即係個理念，譬如我信因果啦，我信輪迴啦，即係呢啲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框架去 define 咗，係一個人生都會個價值觀嘅改變，你唔會亂咁發脾氣，你唔會亂咁去傷害人咯。即你知道嗰個係因果果因嘅時候，咁類似係呢啲咯。嗯，即係同埋你唔係今世嘆完就爽完就算，仲要下一世啊，係㗎，有排你受啊。係啦，即係我如果咁樣嘅理念，已經個人生已經大改變㗎啦。咁都係嘅。咁啦，咁然後我諗你問我追溯翻，可能真係2013年開始啦，開波，就即係浸淫喺呢啲位啊，同埋好有興趣，即係好有趣就係、是、個我諗宇宙會牽引到你會認識一班同你個 frequency 啱嘅人咯，咁令到你會有個有所提升啦，諗法啦，同埋你會接觸到啲更加離奇嘅事情啦，即係覺得即個人即可能外間覺得呢啲係離地啦，但其實呢啲係實相咯，咁咯，即對於我嚟講係個 truth 嚟嘅。嗯 ，OK， 咁啊，我咧就其實因為我對 New Age 嘅接觸咧，其實就唔算真係好多嘅，即我又會，我身邊有啲朋友玩塔羅牌啊，我又有啲朋友玩塔羅牌啊，我以前又曾經主持過一啲環節，係講一啲好似疑似 New Age 嘅嘢，但係其實我又係即 research 全跟稿讀咁樣啦，咁好辛苦喎、啊，咩啊？咁好辛苦喎、啊。唔係應該咁講，我有興趣嘅。OK OK。但係我唔係嗰種即係哇，我鑽研到好深，究竟哇呢啲代表啲咩咧咁？咁但係咧喺我邀請超峰上嚟之前咧，咁就咁啱即係就我哋有一個 common friend 咧就話：喂，超峰咧就有一個招數咧就好勁嘅。佢話你不如叫佢即席示範俾你睇啦，咁或者教埋你做啦咁。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都即係想請不猶豫啦。係。咁啊，嗰、那個銀仔大法其實係點樣做嘅咧？其實我已經準備咗呢個道具。其實係任何嘢都可以，你個5蚊啦咁樣。係。即係任何嘢都可以用個意去吸實嘅，其實包除咗銀仔之外，即係任何即係係啊，即係你諗得到，你要吸住佢，佢就會俾你吸住。俾你吸住，你想佢跌咧，佢都會跌嘅。你唔想佢跌，佢都唔會跌嘅。你想佢跌，哇！佢都會。我可唔可以做到噶？即系有冇？因为我见你摆咗去嘅时候，你吸咗啖气嘅。系啊，系咪？即系其实个谂法就系、是、个谂法就系、是、我要吸住佢咯。就系、是、微心，你觉得佢你要同佢，即系个吸气系要由呢度吸入去，咁佢咪吸住你嘅皮肤咯？即系就系有一个，即系好似人哋气功咁，系咪？即系有个力。就咁樣就 hold 住咗。多數人哋微心會準確啲嘅，咁你試下。我試下。好。係啦，咁你我佢成件事就係你要培養下感情先嘅本身。係啊。你放手佢就跌落。係啊，你培養下感情先嘅。好啦，我要吸住佢嚟啦，吸住佢㗎。啊。我一定會吸到你嘅喎。係。對住佢笑下。Yeah， 我哋係 full friend 嘅喎。係啦。咁我哋用我哋嘅意識咧。就將佢擺落去個微心度，乜都唔好諗，乜都唔好諗，呼吸，深呼吸，係啊，呼慢慢呼，慢慢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，然之後諗緊個吸嘅時候，就將連帶嘅氣都係通過個銀仔黐住自己個額頭度，一二三吸，佢就會黐住噶啦。停都唔喐噶啦！喂，真系得喎，走，
走走，其實唔走得噶。即當當係可以成可以練功嘅，即係你即係呢個其實呢個係一個功法嚟㗎咯。我自己咁覺得係一個功法。好有趣啊！呢樣嘢係真係咩都得㗎，即係唔可以太重啦，即係冇唔俾攞呢嚿嘢。原理係應該數，即係原我以為係銀仔咯，我以為係鐵咯，但係原來係什麼都可以。即係同磁場有冇關係啊？咁同同我就即嗰啲兄弟就講我就係啲即右腦嘅開發咯，即從我睇啊，或者係你眉心嘅一啲係啦，好勁嘅嘢。我望住你個額底個額頭，我好想笑，但我覺得好勁啊呢啲。跟住係啊，我成日覺得咧右腦發達嘅人咧會快啲嘅，或者小朋友咯，因為佢唔諗。佢係啊，佢冇嘢影響佢。係啊，佢覺得哦可以吸到啦。哦，得啦，點解吸到？我唔知道啊，吸你叫我吸啊嘛，佢都冇諗過得同唔得，但我哋有 doubt 啫嘛，係，我哋覺得冇可能，你就唔會做到咯，嗯，即係啊，而安仔嗰啲咧係一嘢就得噶啦，哇，點得啊？點啊？你試下，哦，得咗啦，咁咯，佢仲玩得癲我喎，係咪啊？係好瘋狂啊！呢個人，哎呀，好有趣啊！我覺得，等我轉研下呢個其中一種啫。係，仲有啲咩秘技可以？冇咩秘技，即呢個係其中一種表達。呢個世界唔簡單咯。係。而個個其實都做到嘅。你有冇睇Lucy 啊？冇。Lucy 係講緊，即總之係講緊腦部開發嘅，即我哋只係。開發得十零個 percent 嘅腦部 ，OK， 咁其他係咩？佢廢嘅咩？唔係噶嘛。咁而覺得所謂嘅咩嗰啲咩超能力嗰啲，咪就係喺其餘嘅我哋未進，即係未去到嗰 percent 而去 achieve 到咯。咁人哋覺得當十個人有九個都唔得，嗰一個人得。那個就是超能力咯，但其實不是，其實根本只不過開發到那個位，未開發到，係咯，係咁樣咯。其實我想知道你頭先一路 keep 住喺度嘅時候，你係咪都你係心無雜念啊，定係可以兩種方法嘅？即係你可以一路唔理佢，一路做其他嘢，佢都一路黐住。冇錯冇錯，只要嗰、那個只要嗰個腦波嘅波段咧，因為有四個波段嘅，即係beta 啦、alpha 啦、theta 啦，同埋delta。啊，其實你越接近呢一個Alpha 波同埋呢個 Delta 波咧，其實你就會進入一個比較穩定、平靜、禅定嘅意識嘅。咁而嗰樣嘢，呢、這個銀確實就你好容易就會用到個所謂嘅意咯，意識嘅意係啦。OK， 今日非常之大特長，等我真係翻嚟要練習下，好勁啊！呢單嘢就係係。唔使練習。我突然之間自己覺得哇，有一個achievement， 因為我哋個 friend 啦，佢就話：佢話你唔知得唔得噶，你可能搞一世都搞唔掂噶咁。但係哇，原來都 OK 喎。係啊，等我翻嚟同我啲屋企啲小朋友玩下。唔好亂吸咯，即係有啲人成個 iPhone 咁樣擺落去咧，係吸到嘅，但係冇啊，咁你影響你腦波啊，即係擾亂咗嗰個嗰件事咯。咁我覺得唔好啦。嗯。系啦，唔好啦，你一讲唔好啦，我又谂起第二啲，讲下唔好啦嗰啲嘢啦。其实之前超峰做咗呢个全民造星嘅评判啦，咁其实呢个咧，我觉得系一个好，因为我呢排都有好多全民造星嘅朋友仔上嚟倾偈啦。咁其实全民造星今季嘅玩法又有啲唔同啦。咁所以我谂评判睇嘅嘢或者见到嘅嘢或者想得到嘅嘢，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因为我哋喺电视上面接收到嘅嘢，可能某程度上都只不过系节目组制作组想观众见到嘅嘢。其实你自己有冇嘢想？想講下咧，對於呢一個即經歷經驗。OK， 咁我嘅評判嗰個階段就係40-30啦。係啊係啊。咁然後因為我係對於呢一班參賽者係完全零認識嘅。OK， 係啦，即 even 有一啲出咗道嘅都未必認識。唔係我意思係，即唔知佢哋嘅 performance 係係 level 係 performance level， 即有啲譬如 Misha 梗係識啦，係啊係啊係啊，陳偉璇梗係識啦，固定軒梗係識啦，係啊係啊 ，Alan 都識啦，係係。咁但係可能識
佢啫嘛，都唔代表佢，我知道佢 perform 成點嘅一件事啦，係啦。咁古文可能其他參賽者就唔識啦，不過芳芳我識嘅，係嘅芳芳係我哋即係總之係 band， 即係佢幫我哋跳過好多演唱會。哦 ，OK OK， 芳芳係噶，係係正嘢嚟㗎，正嘢嚟㗎，我都覺得。Anyway， 係啦，咁就我喺一張白紙底下，即係我冇經歷過觀眾睇佢哋成長每一集咁樣嘅一個經過冇嘅，係係啦，咁而。就是這樣做了，即是當場看他們的 performance， 我不知道誰打誰不 friend， 這個和這個不妥，這個又好，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的，所以就是一個真的頗客觀的狀態去做，而且一集都未播的那時候，是是是的，是的，四十，是的，是一個這樣的狀態啦。而開頭呢，我是自己有些啊，究竟這個節目會帶到給我什麼呢？有一點點期望的。是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可能一二的成功。嗯。是啦，令到我覺得啊，全民造星是不是真的會有個 magic 令到人那麼投入啊？嗯。真的會哭曬啊，會整個人入了一個即個參與到。參賽者模的狀態啊，即跟他們同呼同吸啊。是。是不是那麼厲害呢？嗯，我真的想試，發覺真的那麼厲害。是，我認同的。一個晚上而已，老實說，那我就已經覺得，其實做評判很難做。其實是的。很難做，但是我們那集那個評判的 vibes 都，其實都不錯。是，阿黎你Miss Chan Chan， Miss Chan Chan 係高德超啊，係高德超係，係啦，同埋阿 Tim 啊，係係係啦，咁佢我哋多數都想鼓勵多啲嘅，係啦，啱，即係直斥其不好咧，咁當然會啦，但係唔係偏向唔係太辣嘅，嗯，係啦，即係唔係辣到嗰只啦，係啦，係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好好啊，係，即係相對上如果唔係有呢個 vibe 咧，我都可能會辣曬喎，即係喂，我條你條眉咧畫得唔即係咁樣嘅咯，好挑骨頭，係挑骨頭，係即係冇咯，冇呢種嘅，即係反而我會覺得，仲要係我有啲我自己仲要覺得係哇我都好代入性，即係如果我係參賽嘅時候，都真係好大壓力。其實係㗎，仲要你知唔知道係仲要可能等七至八個鐘頭，咪快咯！先至到你做第一個 performance， 而表演完就要即刻轉裝轉頭，就要嚟一個凍冰冰咁嚟就嚟一個表演，心理壓力好大。係，其實係。仲要係嗰個 punchline 係一次嘅啫，得定係唔得？咁所以我好代入嘅時候就會覺得好 appreciate 佢哋成件事啦，係製作嘅勁啦，因為不停咁轉嘢。好啦好啦，咩啦？即嗰種大家都好想做好件事嗰種狀態係好，呢、這個 vibe 係好好。跟住我都有同阿 Tim 講啊，喂，其實全民造星咧，即如果唔係造星，即全民皆星，有一個咁樣嘅比賽會唔會真係又正咧？因為全民造星就係想混集一班大家希望有一個平台，而係去展示俾人哋。看聽我是誰這樣，是當如果這一群人是真的在樂壇活躍的、嗯、而不是用一個頒獎禮的角度去平衡他們音樂的高低，而是用一個比賽形式，又會不會好呢？即簡單說，是即那一輪是、哦、我在看、許廷鏗 PK 陳柏宇，那我就厲害了，這件事真的，但其實與此同時其實都是present 緊佢哋嘅想 present 嘅音樂，係，但係只係用個比賽嘅形式去讓大家留意翻個樂壇，係發生咩事，未嘗不可喎、啊。其實都有趣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咁我覺得係一個畫妙想天開都未必嘅，我係一個妙想天開嘅事情啦，因為我自己都喺度慰勞，同阿即係有一次同阿關智斌嚇，即係。吹水咁講，佢都認同喎，因為我哋而家個生態咧，公司與公司之間其實都已經好多合作噶啦，係即係唔再係以前嗰種好
好即係閂埋門㗎。就自己公司就只會同自己公司嘅人合作咁樣，係啦。以前就係咁咯。太多 combination 啦，而家已經。嗯。咁變咗，大家都好想呢個樂壇有attention。係係。係啦，咁會唔會將來會有咁嘅一日咧？我覺得都真未嘗不可。其實就係係咯，即我自己咁諗啦，妙想天開地。咁係可能係當然係配合到製作啦。係係，即係一流嘅我哋全行最頂尖嘅音樂監製。然後最出色嘅導演組混雜喺度，話俾人哋聽，其實你係咪其實淡忘咗香港樂壇啊？係咪呢？譬如話十年、二十年，你有啲人會覺得咁話，啊真空咗喎，冇聲喎。咁我哋咪用一個節目去話俾大家聽，其實我哋呢一扎暫時就係香港我哋認為最好嘅嘢喺度，混雜喺度。一次過用一個平衡去曬冷，令到人哋覺得嗯，我希望最後一句就是樂壇原來即未死嘅，老中青都好，樂壇原來係仲有希望嘅，其實係嘅，其實咁嘅意思，即我希望係咁樣。這個概念幾有趣，我覺得其實可以 explore 嘅，諗下咯，係啦，即可能有，我哋期待呢一日去發生咯，真係係啊，嗱不過咧，其實點解我會講起造星呢，就係、是。其實都見到好多網民啦、啊，好多意見啦、啊，好多自己代入咗，覺得自己係評判嗰一個狀態啦、啊，咁甚至乎對好多評判都有好多意見嘅。你自己有冇嘢想講呢？有啊，大家都會對我嘅評審都有意見嘅，我都留意得到，我亦都喺社交平台都有交代過你知啦。咁始終我只能夠咁講啦，我係白紙一張睇佢哋啦，兼夾就係現場嘅收音同埋出街嘅收音係爭一個距離嘅，會嘅會嘅，係一個幾明顯嘅距離嘅。嗯，你問我就是、我可能View 嘅製作組都係好想一個最逼真嘅狀態，佢話俾人聽佢點樣點樣，但我哋聽嘅現場聲確實係會厚啲啦、肥啲啦，會震撼啲啦，係啦。咁特別係聽編曲嘅部分，同埋instrument 嘅部分係會清晰啲，係嘅嘢都正常嘅，即係你喺 live show 就係咁。即係總之個 mixing 係同大家唔同咯，即係個混音嘅同大家出街係真係唔同嘅。我明。咁而我都證實咗，因為我都聽陳柏宇都講過，係啊，真係原來係有咁哦，咁即係原來大家嘅角度係一樣啦，係一樣，係係。咁而都真係有好多 comment 係即係唔係完完全全唔了解出曬嚟啦，唔係我意思係我哋哦哦 ，OK， 係係係，咁都係經過一個修剪啦，係，咁變咗都冇辦法嘅，但係我就覺得係一個好事咯，令到人哋覺得參賽者係好值得留意咯，我覺得有輿論就係最好嘅 attention 咯，都係㗎，你寧願有好過冇嘛，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都冇辦法啦，即係只能夠係好意見接納咯，嚇意見接納啦，係咯，我就冇彈弓手嘅，我就冇彈弓手，人哋覺得點解你即係咁鍾愛 TMA 嘅嗰個吸十年後嘅嘅一個演出啊，但係最尾就揀 TMB 啦，咁即係我都寫好曬，即真係只能夠喺現場，我會覺得係兩首歌，即兩個 item 自選同埋自定嘅一個總分嚟講，係啦，係稍勝就我就會高貨 team B 咯。同埋我覺得呢啲都係真係喜好同埋你嗰個第一印象，你覺得即冇噶，其實你評分冇準則噶嘛，即真係純粹喜好嘅嘢嚟。同埋我都想講但唔緊要啦，因為呢個係呢一刻當下嘅比賽啫。係。咁有再點走？因為佢哋真係兩隊原來出色咯，先至覺得
有嗰、那個，但佢哋不值咯，係啦。咁而我覺得我唔知道我的判斷係咪正確啦。喺我即係好主觀嘅判斷，我就會 go for 一個天 B 咁樣啦。係係。咁發覺，因為我哋其實真係 to be fair， 我哋真係冇乜點樣圍爐去評審地去傾過。喂，你哋揀添咩？我哋嗰下、我哋嗰下 frustrate 到一個，即係真係好難㗎。我相信真係，我明嘅情況底下，原來嚇。我都好奇怪，個個都會揀藍燈，就係因為其實可能係真係嗰個當下嘅現場嘅現場感咯，現場感咯，係係咯，所以係一個咁嘅事，我會當係一個只係一個過程咯，係係啱嘅。我好唔開心地就係你問我做評判最唔開心就係要 fail 一個人咯。是因為對他哋嚟講，尤其呢一個心理狀態係係係，因為其實個個都努力緊噶嘛，但係、甚至乎比我在座嘅我，可能佢嘅宇宙係更加大嘅，係更加遼闊過我，而嗰下佢就可能未不似預期地，我哋只能睇到冰山一角嘅，我就要佢喺呢個比賽度淘汰，係啊，咁所以係一個即係。所以我好代入呢一個比賽，就係、猶如割肉般咯。係因為我覺得你都好好啊，你又好好啊，咁點算啊？咁點算啊？一定要撳啊？咁點啊？即只能夠喺嗰下係企開啲，唔好，因為我哋係情感動物嚟噶嘛。係係，就只能夠企開啲，用一個比較評分準則嘅，唱功如何？淡定如何？自信如何，造星的潛質如何，就去啦，就是、好啦，咁就算啦。但係其實已經斷送咗一個人嘅人嘅希望，所以我覺得都太難做啦。都不過好似葉文咁講啦，今日可能完結咗，都唔代表啲咩嘅。其實即係往後嘅日子先至係最重要啦。咁啊，講往後嘅日子啦，其實你自己2021年有冇啲咩嘅大計可以同我哋快脆分享一下咧？2021就係希望搞好個組啦，係啦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拍好。我而家喺 view 嘅就係唔科學嘅節目啦，即係多啲題材啦，多啲人留意呢個世界其實無奇不有啦，係啦。跟住之後就係、其實已經錄緊歌噶啦。OK， 係啦，所以好快、好快、好快地有新面貌同大家見面咯。好啊，咁我哋都期待住啦，因為2021年其實即係開咗個頭啦，咁啊又繼續疫情啦，咁啊大家都仲喺度擔心究竟我呢一年應該點過咧？咁我覺得都應該係抱住一個日光嘅態度去繼續追逐我哋今年2021年啦。咁好啦，咁啊今日喺度咧，即係非常之多謝超峰啦，真係超額完成。咁啊，希望我哋嚟緊嘅日子都好快見到你嘅新作品啦。希望演出都有得睇啦。OK， 咁啊喺度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拜。